环球基金十二年又要在路上过生日了。大家好，我是朱主任，欢迎来到朱主任环球骑行历险记。此刻我们正在约旦的杰拉什，这是一个千年古城啊，可历史，这个历史可以追溯到4000年以前。然后我们现在住的是在杰拉什的青旅。哎呀，这个忙活啥呀？哎呦，哎呦，长寿面是吧？给你吃根面够不够呀？一根是吧？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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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争取不搞断。够长是吧？应该能够。要不你躺下比比。然后这个很庆幸，在骑行在路上这么多年，第一次不用自己一个人过生日。啊。而且还有这么长的面条，哎，哎，他你是不是有镜头恐惧感啊？没有没有，他断开是表示想期待第二次。嗯，那你先忙，好，我陪大伙汇报一下，聊会，然后。这骑行十二年，从2012年5月1日上海人民广场出发，然后骑行至今，现在是骑行了亚洲、非洲、南美、北美，啊，54个国家。嗯，像目前为止有2-3个国家都是重复走了，也不光是想体验一下，还有就是，从去年开始，那个带上了对象崔崔，然后从土耳其。又辗转到中东这一趟，也是特别想感受一下，让他也感受一下，曾经骑过的这几个国家，能绕过来看一看，感受一下。然后这十二年也有很多，从微博、博客、公众号，啊，是吧？然后短视频我是没有抓过流量的。后来是长视频，从各大平台开始，有各种相伴12年的、10年的，也有若干年的，还有各种上完高中、上初中、上完初中、上高中、上完高中上大学，然后大学毕业之后去工作，然后一直都是这么多年。是以前是小猪，后来是老猪，然后猪哥，再往后就不要猪叔叔、猪爷爷了啊。说我毕业了，你还在骑，就是3年之后再毕业了，你还在骑，所以这岁月就这样匆匆的骑成了这个老油子，这个脸都是各种像腊肉似的。特别感谢大家的陪伴啊！真的，这一路走过来，我的视频风格还有分享的都是沿途所有点点滴滴的经历，我又不是特别一个称职的旅游博主，真的，实话实说，我不是一个称职的旅游博主，我不会去搞货，我的一个状态也就是，既然这是一个真实的纪录片啊，然后这所呈现出来的是。我在这一路上，什么人、什么事、什么风景，然后所有世间万物，这个星球上所有点点滴滴也能遇到的，我能记录下来的、能拍摄的，都呈现给大家。这就是所谓探险记，环球骑行探险记的一个精髓吧。所以很多人想从我身上获得更高，或者说更意想不到的什么各种信息啊，或者说他想要的节目效果啊，或等等等等，有的时候会超乎意料，也有很多时候会大失所望，但这就是我走在路上所坚持骑行然后再分享两条这个主线一直延续至今的这么一个状态啊。所以能继续关注的
我都特别感谢。然后于己走了12年，人生算也算是一个轮回，对于自己也是一个特别棒的一个成长成熟，就包括各种修炼，自媒体的内容所分享出来，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诉求，那我尽量能满足的就满足，不能满足的我也很无奈，是吧？而且我也尽量保持一个平和的状态，不跟绝大部分想要这想要那的种种声音去争辩，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想要的一点点，是吧？最后再次感谢大家这一路的陪伴，准备过生日了啊，看一下吃什么。走在杰拉斯的街头，就能眺望整个杰拉斯的古迹，远处就是杰拉斯古城。发现如果按照约旦迪纳尔这么一趟的话，感觉好便宜，草莓0.59，按照人民币算的话，应该是5.9，对吧？西红柿0.39，哇哦！什么贵一点呢？啊，这种苹果，这是什么体的？这个应该是红体哈，1.99，折合人民币也就是19.9。这边还都是公斤秤。感觉买鸡翅比买鸡腿要划算，鸡腿2.19，就两个，还挺贵的。这个是1.89，其他的比较杂。像这鸡架子是最便宜的，才0.59。想吃肉还是想吃？不是想喝汤，吃这个吧。这个吧，先吃肉再喝汤。瞅一下这约旦的鱼，这啥呀？虾呀，这么贵，100块钱一公斤啊，教你。民以食为天。这个米是可以的，好多种类哦。来一袋了，小姐姐，一公斤也是买，两公斤也是买，因为一公斤我们也就吃3顿，这是我们目前实力刚刚来说饭桶的一个饭量啊。1.39，2.9，哎，那这便宜啊，是吧？真开心，可以刷卡。一生一世吧，1314吧。是不是在杰拉斯逛街？是什么感受啊，小姐姐？这哪是逛街呀、啊？这明明是爬山。快一点啊！还要一个病号来催你。哎呀，咋了？What's your name? Yes. We speak English. Palestine or Israel? Si, yes, si. Israel? Si. Palestine or Israel? Syria. Syria, Jordan.来，老朱，你要不要来？嗯，好可爱的小妹妹哦。那来吧。来。好可爱。这妩媚的小猪。那准备点哦，拜拜。拜拜。逛街，舒展一下身心。拜拜。这杰拉斯的小姑娘。
来来来，病号大声，谢谢啊，老有心了，是不是吃肉？嗯，这是炊事暗黑暗料理。喵喵，哇，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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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这的时候，正好旁边有一家烘焙店，好可爱的老板，萨拉姆阿莱哄。嗯，这是当地的饼子哈，还有面包，各种各样的哈。其实，在约旦能把主食做成这样，也是相当的可以。啊？我讲给乔丹加拉斯。谢克了 ，very much。特别可爱的老板哈，哇！哪里啊 ？No, I'm from China, Sing. Oh, China. Very good Sing. I very like. I very. Number one Sing. 谢克了，谢克。阿拉伯语。Yeah, I very love. Yes, camera. Jordan. Wow, 这工作间呢？哇 ！It's M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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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h. That's our favorite. Arabic. No Arabic. Yeah. 然后 Arabic. I'm Muhammad. I'm Chui Chui. Nice to meet you. Yeah. 老板邀请我们来一个视频嘛、啊？这面团一看就很有食欲的。谢克啦，拜拜。Welcome. Yeah. Welcome. 看这边的蛋糕，都是这么大的哈，应该是够八九个人吃的。我猜测为什么蛋糕都是这么大，可能会因为每个家庭里边的孩子比较多也有关系，有没有道理？但是我跟老朱吃不完呀，客栈里边如果说人多的话还可以分享，所以我就把目光瞄向了这边，那也可以的哈。这种的吧又太小了，昨天他推荐这个就像蛋糕宝宝，我想买两个这种的拼到一块，拼成正好拼成一个方形的，对吧？蛋糕呢挑了两个拼到一块的，不知道效果怎么样，就是选择有难度的，因为要挑这个高度差不多的，然后上面的元素呢和谐的。咋样？这是永远一岁是吧？你不是说我男人40一枝花，给你这一枝花？哈哈哈！呀呀呀呀呀！嗯，太开心了啊！然后这个，看一下这长寿命。来，是不是整个拌面吗？对啊，给你把菜搅了。好的，这么大一盘。面条好吃吗？等我看看。光吃肉。好吃。真的啊？嗯。我今天有面条，还有个礼物要送给你。牛。这啥呀？这么给我气势这么大哦？对呀、啊。我说这么是眼神这么熟呢。这典型的阿拉伯头巾，不是我咋感觉这不是新的呀？你就说了吧，在哪捡的吧？前天捡的。捡了呗。回头给老朱洗洗。跟我这在路上优良的传统啊。那是我10年前走约旦的时候也捡到一条阿拉伯头巾。等会儿我这看一下这个头巾怎么样。哎，行吧，就这样吧。萨拉呀哈比比，丝滑不？来吧，吃着面，然后还有这蛋糕。在环球骑行12年，在路上总算告别了独自过生日，
这个窘迫，嗯，老开心了。有没有阿拉伯王子的感觉？哎，特别开心啊！这又收到了小礼物，然后还能吃到长寿面，还有这准备的蛋糕，太开心了！谢谢。学一枝花是吧？我还差点睡，挺好。生日快乐！生日快乐！谢谢。